们线上的亲爱家人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宣读耶利米书51:15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，用智慧建立世界，用聪明铺张穹苍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奇妙创造主，世界万物都是您大能的手建立的。你是何等的伟大，在你里面有无限的智慧与聪明。你的百姓站立敬畏你，你喜悦我们为着你所创造的世界祷告。求你悦纳我们的祈祷，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12月3号晚上7:30，让我们在祷告中满足父神的心意。我们线上的亲爱家人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来开口宣告《生命记》14:23。你的五谷、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，并牛群、羊群中投生的，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。这样你可以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。亲爱的上帝，谢谢你赐下恩典给我们，帮助我们行在你话语的教导中，透过11奉献使我们更加敬畏你。我们愿意把最好的投入在神国的需要中，使用我们所摆上的可以成为台湾的祝福。我们渴望看到这地有更多的人认识你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